两个边缘人就换来了 CBA 状元签。曾经的状元大热邹阳掉到第五顺位，今年的 CBA 状元什么水平？对比 NBA 状元天赋差距有多大？2023年 CBA 选秀大会，宁波把状元签交易给北控，换来北控的两名年轻球员。随后北控用状元签选择广东工业大学的陈国豪。陈国豪身高2米01，臂展也只有2米01，站立摸高2米56，最大摸高3米4左右。而今年的 NBA 状元文班亚马身体天赋就太夸张了，文班亚马身高2米26，臂展2米44，站立摸高高达3米，最大珠宝摸高可以轻松超过3米8。从身体天赋对比， CBA 状元陈国豪和 NBA 状元文班亚马差距相当之大，但是陈国豪有着文班亚马没有的身体硬度。陈国豪被誉为国产魔兽，篮下打法强硬，球风非常彪悍。球探报告显示，陈国豪的主要进攻手段是面框进攻，他很善于利用速度和身体完成终结，他的前场篮板率高达 12.7%。 在防守端，陈国豪的移动能力也能让他覆盖更大区域。缺点方面，陈国豪的身高仅有2米01，臂展也不够出色，在面对 CBA 天赋内线时，陈国豪的静态天赋占不到太多优势。曾经 CBA 有一位名叫欧俊炫的状元，他有着和陈国豪十分相似的体测数据，而欧俊炫的臂展和弹跳都要优于陈国豪。欧俊炫还曾经效力于 NCAA， 但上赛季在青岛，欧俊炫场均仅有1.1分、2.6篮板，表现确实差强人意。不仅如此，在今年的 CBA 选秀大会上，被誉为清华英格拉姆的邹阳居然掉到第五顺位。邹阳身高1米98，臂展达到2米13，站立摸高高达2米67，比陈国豪还要高12厘米。从状元热门到第五顺位，邹阳的滑铁卢确实令人意外。最后，你们看好陈国豪和邹阳的发展吗？